through me,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'm breathing in. Hold tight, hold tight. Chemicals collide. Hold tight, hold tight.加西泰皮斯达，我们就全部升级到满好了。哇，三万五，保险杆有复制化的，有差吗？就多了三角形而已啊。啊，还有保险杆是不是还有分前后保险杆？它就两个，知道吧？它就前保险杆可以改而已。那还好，也不很长。然后它有防滚架。这个第三人称，第一人称来看的话，不，第三人称来看的话比较明显，就边边有那个防滚架。也还好啦，1000块而已啊。那引擎用33500，哇，排气管用双的，我怎么觉得第一个比较快，原厂比较快？那既然可以改就改吧。现在有这么多款式，哦，哈哈，这运动车款嘛 ，W，那就选一个好看一点的吧。用碳纤维的话就不能改颜色了，所以我就给它上色吧。喇叭我就不改，我先改车灯。这个就给它绿色，是吧？橘色、黄色好，黄色搭配橘色就很跳跃。为什么把老板杀了？不可以。主色调看一下有什么，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好了。哦，主色调就变黑色了。也不算的，它算是整体的颜色。哦，整体颜色包括上面那个。它上面原本是黑色，所以如果你加了什么颜色，它就变成再加上那个颜色，蛮酷的。还是觉得选原本的橘色，那我加金属色，跟它副色掉的部分，这个就可以直接改掉了。全部橘色也可以啦，就是这样子也蛮好看的。所以车顶的部分有加装天线，这好怪啊！遥控车吗？是多一条黑色的东西，这个就不改它喽。侧裙，所以街车型的侧裙它有多出来这个东西，应该就造型而已吧。啊，导流板改装型的就这么大 can 哦，这应该可以帮我挡子弹。看看还有什么，这个双尾翼的 GT 型的碳纤，第二型是什么？高 GT 尾翼，那就选一款喽。那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比较帅，我选这个。OK， 那变速箱，40万块钱。涡轮，
车轮类型就先不改车轮类型，改轮胎好了。多防弹衣才12000哦，这是特价吧？因为正常是25000。烧胎就用橘色啦，搭配我的车子。车窗，我喜欢淡色，因为太深的颜色就也可以了，其实就。但是可以看到车内的状况。OK， 这台车就改完喽，来欣赏一下。哇，帅，帅哦！对啊 ，GTA 很多车都参考真正的车去改装的，因为它通常不太可能无中生有啦，除非是那种概念车的东西，所以。他应该是真的是如你所说的参考那个博基尼吧。嗨，雷哥，雷哥，改完之后就是真的很顺啊！哦，怎么一出来就撞到车了，我好心疼啊！哦，来看一下前面。前面的那个是用皮革，还有车线，橘色车线。然后这里的地方有个 mark。刚才那个 NPC 说不相信。新的赛车任务应该就会有这几台车吧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来比较一下哪些比较快。发现一个长行李车哎，突然好想坐上去哦。啊，我刚才看手机没有看路，我们先开回家咯，换下一台改装。